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、啊，都成石头。本来吧，不信你试试。我不用试。你看，一个健康的小伙子，又是健康的小伙子，怎么你不服气啊？喂，喂喂，等一等。我真后悔，请你做了我们炼铁厂的技师。他好，他好，你要设计把他调来，把我调走好了。你以为我不会呀、啊？哼，我早打算好了。你。咱们两个人呐，拉倒。喂，你哪里？我是社保会。啊，副社长。喂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在闹矛盾呢。哎呀，你们两个人呢？喂，你们练出铁来没有啊？没有。哎，你不是遇到了一个练过铁的建川同志，他没去帮助你们吗？没有。我真后悔没有把他拉到这儿来。喂，金花，你们铁练不出来，不要太急躁，要很好的跟小杨商量研究，不要老吵啊。我一有空就去你们那儿，以后见吧。